刚刚想什么东西一直闪一直闪，吓到我，然后里面没玩家，什么东西一直出现，恐怖哦！哦，反正觉得自己的观众年龄层算广吗？还好吧，我现在年轻落在高中到大学，之前是国中。国中到高中，现在是高中到大学，就是早期的那些观众长大了，就当时就国高中在看台的，现在已经高中大学了，所以现在年龄层只到这一段。对啊，很多都不小了。有一个是从国中订阅我到现在已经大学一年级的，之前总是都哄赶他去睡觉啊，都叫小朋友该睡了哦。那现在回想，你看现在都已经上大学了，老了。冲杀回，然后以前那哈基的伺服器玩啊，就很天真，想说要方块就挖这边的现成的，然后被银鱿蚁每次都炸烂，我想说哇，银鱿蚁是什么都会炸坏的东西，然后殊不知就是因为地狱石很抗炸性很低。那就每次他炸，我每次都补，就是补到很烦，直到很后面才知道可以用现世的石头来补。看以前那么青涩不懂的我，跟银鱿蚁讲话很像。欸，骗人，这里，欸，
喂。啊，想起来了，喝康辉药水。先把这边搞定，再做其他事。我靠，这里又是哪里？你要去打中介龙欸，需要介符合，不然身上材料好容易满哦。
OK。看看手机关机，关机去休息哦。我的天，怎么跟我想的真的怪不一样？嘿嘿嘿。只要找中介祭坛了吗？感觉很好找啊，你只要有两颗中介资源，你就是走第一颗丢出去找的方向，跟第二颗走远一点丢出去找的方向，然后就是画成一个三角形，他们就会在那边了。再来就不然就是用那个史莱姆查史莱姆那个生怪的那个史莱姆。区域的那个东西，就可以找到终结祭坛，就跟找碉堡一样的那个网页啊。找祭坛障碍没事啊，就比如说你丢第一颗，它往这个方向飞，对不对？那你再走大概500格或1000格，然后丢第二颗，它往这边飞，然后就是这样过去，然后再这样过去，找它的那个相对位置，就 OK 啦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那讲归讲啦，真的要找还是很累啦。
那时候也是在哈记的那个嘛，那个伺服器玩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整整在地狱住了三天三夜，现实世界三天三夜。那时候就是他有个成就要打15个凋零骷髅头，那我就去地狱挂，因为那时候还不知道，就是不知道凋零生成机制，然后就把整个地狱就是屋顶都掏空留地板，然后就是随便乱补平台。我想说有个大平台就可以了，然后就那边住了三天三夜，然后就骷髅真的很难出，想说到底为什么？然后看其他人都出得很顺利，怎么就我的这么难出？那现在知道凋零骷髅都出在十字路口啊，有的没就比较好盖了。那其余就是面积不用太大，你只要把神怪牙齿压好就好了。不然其实那时候打了一大堆都是熔岩史莱姆跟植物人。吃饭，对耶，我好像还没吃饭，我只有吃早餐而已。感谢，这是啥小？什么牛奶？哦，静，你刚刚按的什么东西？刚刚那是什么？我没有注意看。星期没抖了，就没抖啊！哎咻，哎咻，哎咻！啊，又不够了，我们再来挖。哇靠！我要掏空哪里嘞？这边该补一下哎、欸，
哦，你按了赞跟分享。嗯，阿总之前有人分享，分享也不会跳这声音，按赞也没有好啊。干嘛？凋零骷髅头怎么升那么高？安安 ，A U N E X， 安安。快吃光了。声音。
应该哪天画个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人的十大错觉吗？还是几大错觉？像打了就是我可以反杀，这场一定会赢那种东西。那麦块的错觉就是这个凋零有带头颅。这个凋零有带头颅，下一只一定会打到之类的。吃完饭了，恭喜啊！下课了，感动，恭喜呀！有点饿哎，我不要弄东西吃啊。哇，下面在开趴，下面的凋零在开趴，冲啊！哇，这火力也太凶了吧！我的妈！这里，这里，哪儿啊？WN 安安，我等一下可能要滴眼药水休息一下，眼睛又在痛了。
耶、yeah, ，不玩了。干嘛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哦，假要求呢？在改地狱堡嘞，对啊，没事找事做啊。玩下午刚刚在玩卡林巴琴哎，没有要做自动化啦，单纯只是。用手动打，啊，上面要挖掉吗？去上面。回来了，Hello Hello， 真的是有得补哎、欸，天哪、啊！